invited for the Kawaka event. Let's see. Anonymous, of course it is, with the help of Silver Wolf. Runestorm, come to the Divination Commission alone. I'll send you the coordinates. Don't tell anyone, sincerely yours. You're still in the Wafu. I don't believe your Kawaka. I won't heed your requests. You're still there? I can't leave. Oh. Blades. Oh, Mara's symptoms are getting serious. Can't leave you. He recovers. The bounty on his head has not been canceled yet. He's the top wanted criminal. I need you. Come find me. Okay, coordinates, fine. Oh. Okay. Oh, come on. After I agree and then you just leave me? Bro. Oh. She should be around here somewhere. Oh. H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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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阿任的情况很棘手，在这仙州上，我能拜托的只有你了。魔音身，这是长生种无法避免的宿命，那是一种由沉淀的情绪和记忆引发的狂病。阿任虽然不记得很多事情，魔音身却依然以某种形式困扰着他。 Oh, poor Blade. 来到仙州之后。 他的魔音身发作得非常猛烈，一度到了我的炎灵也无法压制的地步。这种状况下，他是没法进行星际旅行。因此，我要借助炎灵持续减弱魔音身的效果，暂时将它封印。维持炎灵时不能分心二用，我需要你来担任护法。在我压制刃的时候，保护我。我知道危险何时会到来，也知道它是什么。 所以不用担心，你我携手，一定能度过这一难关。现在，附近有些游荡的怪物，留着会很麻烦，去解决他们吧。你一定会获胜。Okay. Oh, it's not that bad. At least there's only two, unless they're. Wait, I need technique points. <音>睁开眼睛，看见的是你。久违的体验呢？没那么快。刃与现实的感官已经被我强制阻断了。现在，他只能听见我的声音，感受我的触碰。除此以外的一切，他都浑然不觉。接下来，我要令他的意识远离仙州。 忘掉景元、静流、应心和你那单恒朋友，这过程同样不能被打扰。但在开始之前，我可以抽出时间回答你的问题。对，作为让你帮忙的补偿，你没有问题想问我吗？我让你陷入沉睡，又把你唤醒，把你丢弃在黑塔，又把你诱来仙州。我欠你许多解释。 你不想知道吗？
别急，还有时间，你可以先想想再回到这里来。不过只是普通的回答也太无聊了，来玩真心话游戏吧。这是我和银狼经常玩的游戏，有点心理博弈的成分，双方交互向对方提问，允许说谎，但答案必须一真一假。也就是说，我告诉你的答案一定有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但孰真孰假就只有提问者自己来判断了。我们的时间不多，所以就两轮好了。你一共拥有两个问题，也要给我两个答案，但记住要一真一假哦。啊，那是犯规啊。游戏就得双方自觉遵守规则才行，但就算你犯规我也不会知道，只有让道德来审判你了。但我可以发誓，我一定会遵守规则，一真一假。作为演示，你让我先吗？别紧张啊，第一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回答真话假话都可以。这个游戏的趣味呢，在第二个问题时才会浮现。我的第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待我的呢？我是怎么看待卡夫卡的？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呢？如果说了真话，下一次就必须说谎，反之亦然。不过，我也可以作弊。真的可以吗？I'ma tell the truth. 还是如实回答好了。I like you. I think you're pretty good. Don't care. Just like, oh, I like you. Chang.就是这样，这很简单。你真的把自己的想法隐藏得很好呢。不过，真心话游戏要暂停了。No, of course. 云奇君来了，我需要你帮我打发他们。没用的，不论你怎么做，这场冲突都是无可避免的。这就是命运。Okay, fine. Oh, but I could try persuading. Okay. Hey, you, stop. If you've received an order to capture the wanted criminal, put down your weapons and come with us. How should I respond? Lie, report, no, talk. Lie.Maybe you can lie to Cloud Knights and distract them. I don't think my lies ever successfully. Let's see. Order was faked. Fooled. You're here too late. Criminal ran that way. Wake up. Guarding recollection is stealing. Can't see me. Wow. Okay. You're here too late.Criminal is right behind you. At least look around when you lie. Oh, shit. But she wasn't right behind me, bro. 瞧，这就是未来，看似有无限可能，但注定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发生。这场冲突无可避免，因为其他可能性并不存在。我的言灵术还没完成，不过在继续之前，我们还有一场游戏呢。想好你的问题了吗？带着你的问题来找我，在那之前。我可以等。真心话游戏继续，轮到你了。只有两个问题，其中一个卡夫卡会如实回答，另一个则会说谎。可是我不知道他会选择在哪个问题上说谎，应该问什么呢？Let's ask about her.
将我送进星穹列车，关于他的一切都笼罩在迷雾里。我想知道更多他的事情。Maybe why did she join Stolen Object? Bruh, of course. 可以窥见可能性，只要我按照他的指示行事，他就答应告诉我走向那个未来所需的条件。他不论说什么，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分不出真假呀。我看见你的表情了，别问。我不能告诉你答案真实与否，尽情猜测，并且带着答案选择下一个问题，这就是真心话游戏的妙处。希望你的下一个问题足够有趣。这个游戏的规则就像现实，我们都觉得自己有无限的可能，但细细想来，真正的可能性寥寥无几，而每个问题和答案都被之前的选择深深束缚。未来好似一座迷宫，许许多多的分岔不过是诱导，真正的道路有且只有一条。Hilly. Okay. 如果不信的话，你就试试看吧。很快还会发生一场战斗，你能改变这个可能性吗？ Okay, who's up next? Oh, battles. Okay. Oh. Do I have to hit them? I don't know how to talk to the Cloud Knight. How do I do that? It only had the hit option. 你做得很好。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依然清晰，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年轻的云奇剑士，那可不是个好对付的敌手。不过在那之前，继续我们的真心话游戏吧，又该我了。第二个问题，你还想再见到我吗？会不会再见？这是什么问题？他自己心里很清楚答案吧？问我的话，当然是。是想的吧？所以，我的回答是。好吧，我问完了。真令我吃惊，居然看不透你呢。满意一部分吧，这个游戏对我而言真假并不重要。该你提问了，等你准备好了就来找我。这是你的最后一个问题，给我点惊喜吧。不知道之前的问题卡夫卡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面对这个问题他没有选择，只能按照规则回答。是否要大胆尝试一下全新的问题呢？卡夫卡希望我给他点惊喜，那么试试提出这个问题吧。It better be a good question. Didn't she sort of answered the first question,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I definitely surprised her with the second one. 不是。
是猎手。将军大发慈悲放你们一条生路，你们倒是一点都不领情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因为他中了我的炎灵，我的暗示能让人心甘情愿地接受指令，甚至自己都察觉不到异样。打败这个小弟弟，你的任务就结束了。这个邪魔外罩 covering for me。剑与我弟 ，What？ 我来守护。Mother。如果你不在的话，我和刃会在这时被那个小弟弟抓住，关入幽囚狱。虽说萨姆和英郎会把我们救出来，但阿刃会受到很严重的伤害，我们和仙州的关系也会闹得很僵。Wait, who's Sam? 可能的话，还是想尽量避免那样的未来啊。我可以走了吗？嗯。魔音身暂时压制住了，别受太大的刺激，别见熟悉的人，应该没什么问题。等等，你不走？抱歉，卡夫卡，有一个人，一个我亏欠了许多的人，要去见一下。那就随便你了，反正往后的事情艾利欧也没说过。谢谢你来帮助我，我很感激，后会有期了。我记得你。Why don't remember you? 你以前跟着卡夫卡，对吗？有阵子，他在执行某个任务，你就在他身边，我还记得。喂。Did I ever go on a mission with her? Did I? No! No, I didn't. 跟着他那么久还活着的，你是第一个。星河猎手的每个人都和艾利欧做了交易，我不知道别人的交易内容，但既然卡夫卡和我一样同意被艾利欧驱使，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一定非比寻常。他一定做了很多事情才让你活到现在，小子。That's pretty short. Can she come on the train? No. Okay. Well, oh, wait, oh. I was wondering why he was still standing there. Okay.